小心，你受伤了。这不是我的血，我说这里边怎么黏糊糊的呢？ 坏了，这有可能是传染瘟疫的竹翼船，通常这里边放的都是得了瘟疫而死的尸体，咱们要是染上瘟疫可就麻烦了，得赶快离开这儿。 老五，你接着点啊！哎，胖子，老五，你看。
怎么了？我身上沾了朱一川的血。什么？别碰我。